家好，今天我要先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属于 VIP 病房及座位置中心的情境控制系统。首先呢，在我们的 VIP 病房跟情境中心，我们可以运用我们的 PIT 来做到所谓的床边娱乐跟卫教资讯系统。当然呢，我们也可以结合我们的情境控制，能够让整个 VIP 病房及月子中心同时能够享受智能控制的一个乐趣。首先呢，我为大家 demo。当我们这个 room 里面呢，有了这样的一个情境控制平台之后，我们可以同时控制的包括情境、冷气、窗帘，还有 AV 的设备。所以呢，当新手妈妈她在床边不方便下床的时候呢，她就可以运用这样的一个 interface， 把灯点亮，甚至于能够把这个 room 里面的一些 AV 的设备呢来做开启跟关闭的动作。同时呢，我们可以运用她个人所携带的一些行动装置，譬如说 iPhone、iPad， 同样呢可以来做到控制。我想这个是我们把目前用在所谓豪宅跟智慧旅馆的这样一个 solution 呢，来带入智慧医疗这个领域。谢谢。